麦克风测试。喂。三九有啊，刚有、啊。我知道，我知道。好好好。好好好。嗯，好。我知道。嗯。好好好好好。
好，郑市长、王副市长、尤副市长，还有市政府的各局处首长啊，各位同仁，还有府会联络席的各位联络员啊，各媒体先生小姐，大家早安。今天我们是第一天啊，本次大会的总质询。那今天所登记的议员有林志强议员、黄景熙议员、李林小凤议员以及张火炉议员。那四位议员从现在开始共用到十二点的时间啊，请开始发言，谢谢。谢谢副议长。市长，两位副市长，我们各局处长哈，还有我们议会的同仁，我们在场的媒体先生女士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那市长，我想在还没有正式跟你这个提出质询之前哈，我先让你看一张照片了。好。这张照片还记得了哈，就是九月份我们在办这个国际音乐节的时候哈，这个。看见太阳在桃园的时候哈，那现场来了非常多的这个群众，我想这个活动也办得非常成功哦。那在这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歌手叫达卡闹哈，他唱了这个一首歌曲哈，叫做《原住民的心声》啦。好，那但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想越听心情越沉重哈。那真的原住民的心声，一直烙印在我们的心中哦。我想今天哈，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向你提出质询之前啊，我想就针对我们这几个原住民的这个议题哈跟权益啊，向你来提出这个质询啊，来表达我们这个原住民的心声哈。我想在这个第一个哈，我想跟你就教一下我们这个劳动权的部分哈。关于劳动权的部分哈，我想在之前，我们台北县啊，它这个新北市哦，林口有一处工地发生这个公安事件，造成五死一伤的这个这个惨剧，死亡的一对父子哈，是来自我们花东地区的这个阿美族人。那我想这遗憾的这个遗憾的这一对这个意外的身亡的父子哈，更痛心雇主哈，他并没有对这个劳工来做一个投保的动作哈，连基本的劳健保都没有。这是一件非常严重而且隐藏性的一个危机。那么我想今天这个主题是以前在部落哈放牛马，现在在都市做牛马哈。在这个部分哈，我们是常常用这一句话来自嘲我们自己。原住民劳工一直在承担台湾底层劳动力哈，从早期的这个矿工最盛时期这个原始的捕捞渔业哦，沦为这个跑船员，到七零年代以后，这个营造业盛行的时候，举凡最粗重、肮脏、多工时、高危险、这个低工资重劳动的这个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有这个原住民的足迹哈。就原住民的劳工来说，开放那个加入 WTO 之后，开放外劳政策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或失业率上升的单纯问题，而是濒临族群失业，而造成严重的这个族群的冲突。这是政府引进外劳，这个来降低成本、维持企业营运的这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对原住民劳工最大的这个剥夺。而在本劳当中哈，又以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劳工最为伤害。我想我们不得再次质疑哈，政府对原住民的这个劳工政策到底是什么哈？一个掌握资源者，就必须对有义务、有责任来去照顾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弱势的族群的需求。这是掌握资源者应该牢记在心的。我想离开部落，到都市发展的原住民，不但没有离开这个原始悲哀的原始环境，反而又成为一次在都会区流浪的边缘人。我想这个部分，市长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想哈，原住民的乡亲从部落到都会，那有很多从事体力劳动，那所以工地的这安全，对，或工厂的安全。其实很重要。那我想不管职灾补偿或者是那个该有的劳健保，那是基本的，对，那是法律的那个责任啊。那我们在劳检的时候也会特别注意。我想有几个数字，我在这边跟你做一个请教。这是原住民职业灾害的这个职业灾害的千人率，从102年一直到104年，投保人数从14万一直到15万1。我想整体的这个整体千人率哈，从这个5.96、5.74到104年的5.14，
那整体迁人一般的整体迁人率才3.19哈，大概是一般迁人率的一半，哈，一般迁人率的一半。那再来给你看一个数字，好，这个是原住民全国整体的这个劳保的投保率，原住民的部分有23.6万多个这个原住民劳工，全国有110多万哈，投保数有15.1万。投保率只有63.9%，那全国的部分有90.7%，好，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一件数字哈。那再来就是说，外劳与原住劳动的条件来比较一下，我想整个外劳哈，他的条件哈，我们政府提供他的条件非常的这个优渥，除了保障他工作年限哈有3年之外，现在还可能会提高到12年，哈，那还有一些啊这个。雇主他期满之后，要回去他的这个国家，还会提供他一些经费哈。我想原住民的部分全部都没有，包括原住民工作权保障法，从过去的保障这个5%的比例，一直降到现在的1%。我觉得这个是对原住民非常大的一个杀伤力哈。我想在这个部分哈，台湾既有的劳基法的规范当中和职场的这个现实环境当中，本来就有很大的落差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作之间，待遇、工时跟工作环境、执勤的状况天差地远。我们桃园市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很多人都怀抱一个希望哈，在桃园想要逐梦。我想，市长，如果透过地方政府提供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跟就业条件的时候，包括使用劳动检查、在这个训练、就业辅导等等的公共的投资哦，希望你好好的想出来，想出一个对策，好不好？其实。劳基法也是有规定哈，不因为他的那个族群啊而有差别。对。那事实上，我们原住民的部分哈，我们还特别的制定了15岁以上的原住民，我们都给予30万的那个投保的意外险。我想，那这个部分也是全国首创哦。对。那也事实上，全桃园已经有5万多个原住民乡亲有参加这个保险。那过去的2年哦，也有理赔的许多的个案，所以我想。我们桃园市是有做到一个这个方向，我们应该努力。那我们做的也许不够，但是这个是基本的哈，往前走了一大步。我想这个是补充这个在劳保或者是健保的不足了。对。那针对这个整个这个植栽减栽的工作，或者是怎么样提供一个良好的这个就业的这个环境跟条件啊，我想政府责无旁贷了。以前哈，劳工安全卫生法。那么是由中央的劳检单位来负责。对。那么今年7月1号以后，他会把业务移拨过来，所以有关哈植栽的预防、植栽的这个减栽，我们劳动局会专心来做。那另外一部分就所谓的原住民劳工，对，他如何不受到歧视待遇？嗯。不管在薪资、休假、工时等等，那这我们请劳动局在检查的时候。那么原住民劳工特别多的地方，那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我想针对原住民劳工哦，大概都是从事营建业哦，大概占原住民劳工的一半哈以上哈，还包括这个驾驶的工作哈。我们营建科的检查哈，我们会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未来的一例一休会不会造成这个原住民在职场上面的冲击哈？我们大概原住民的劳工哦，几乎是没有礼拜六、礼拜天都在上班了。好，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加强劳动检查，让他们在周。这个休假日加班的时候，有这个加班费让他们可以领，好、哦，这个部分我想，是不是请业务单位这边哈、哦、一周内哈、哦、提出一个这个针对原住民劳工的这个政策哈、哦、提出一个报告，好不好？那个等立法院修法过了，那么中央劳动部哈、哦、应该会针对这个部分怎么宣导、怎么落实、怎么稽查，会有方案。那这是全国一致的问题。对。那我请我们的劳动局预委准备。Okay, 预委准备，因为一个礼拜的时间，他的法令有的细部都还没过。我想针对我刚谈到的哈，这个劳动条这个劳动条件跟劳动的环境跟植栽减栽的工作，我想哈，好这个部分哈，我想做一个努力了。工作不能超时，对，该有的休假权利不能够打折扣。那这不管原住民劳工或非原住民劳工都是一样的。好，谢谢。那第二个部分哈，我想跟你谈谈教育权的部分哈。那原住民族实验高中是歧视还是政策哈？那教育是一个脱贫这个脱离贫穷翻转阶级的重要的一个这个渠道，也是社会竞争力的一个指标啊。建立以原住民为主体符合原住民需求的教育体系，是原住民社区本位教育的这个重要理念。而此理念哈应纳入我国的这个
原住民族这个教育法当中哈，成立完全中学成效包括学习民族教育，提升自我认同的价值。我想在提供最弱势的学生哈升学的这个学习机会，透过完全中学经费的挹注，提高高中教育均衡发展的可能性哈，以及透过文化融入的课程相关活动，促进学校与这个社区的这个参与。我想，原住民完全高中，它是原住民族教育体系的一环，而透过民族教育体系来重振民族教育权，这就是社区本位的教育的理念的啊、的重要理念，也是建立以原住民为主体、符合原住民需求的这个教育体系。可是最近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关于这个地方互这个地方合作互信的部分还是被建立在刻板印象以及歧视的氛围当中。从现在从最近的这个报章媒体这个看到那成效似乎不是很理想，跟地方的沟通我想还被地方人士批评为这个妨碍区域发展的一个这个阻碍我想也把这个原住民高中视为这个洪水猛兽。那你身为一个市长，如何协助啊这个发挥良好的这个协调沟通的这个功能在原住民实验高中这个预定地与市民的这个参与，包括这个族人同胞的需求之间如何取得一个共荣共生的这个模式，希望你来好好的来思考。那同时我也希望说你拿出了魄力出来重生我想原住民实验高中到底办不办得下去。我先讲这个原住民实验高中的定位按照原住民教育基本法以及要这个实验教育法，其实它是可以成立的。那就这个问题我也曾经请教过潘文忠部长我说这个原住民的实验高中该怎么办。那我看了几个数字包括我们桃园市我们原住民就读大学的比例也到2000多人，比例也算高。那假如这个原住民实验高中那么能够收来自全国的优秀的原住民，坦白讲他不论在学习在升学表现上也会不错那所以我有告诉教育部说我们再来做最后的研议，那么是国立的或市立的都可以如何把这个第一所原住民实验高中的这个学校办好。事实上我们加上民族教育加上传统教育，这是让原住民增加自我认同，对，增加文化的自信。那其他的教学是一样的不管你即使有体育班音乐班或者数理班，那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让原住民的这个传统教育跟民族教育可以融合进来，意义在这里。我想这样的学校不这样学校一定会经营得很好了。对，坦白讲这样的学校一定会有相当的水准。大家不用担心，我也希望说能够多多跟地方沟通了尽量大家一起来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错没有错。传统上也许有成见或偏见，对，我们反而应该去化解，对，让他了解到说这个原住民在教育方面的表现也非常好，只要给予充分的支持。一个学区的建立它是可以促进这个地方的繁荣跟发展它有些人他会认为说为什么一定要集中式的管理这个我们的原住民学生，但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我们目前也有考虑一些私立高中原住民专班，对，也有考虑。那这两种形态我们都没有拒绝，因为站在原住民这个主体教育的这个立场当中，我们来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原住民学生他非常辛苦，他除了一般教育要学习之外，他还要学习这个民族教育还有这个文化传承的课程跟我们语言的课程我想比一般的学生都还来得辛苦。那精英式的教学它不是一个绑在一起的一个教育式的一个方式它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非常多特色教学的一个内涵在里面嘛，对不对？对。那我希望是说这个案子我能够在市长你的这个坚持之下我们可以在这个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园全国第一所原住民实验高中能够在那边设置，好不好？好，这个政策已经研议很久了。对对对，从吴志阳时代一直到现在嘛。那当然，我认为教育部跟原民会这两个中央部会在这问题上应该要给予我们更大的协助。是。那我们地方政府要多做沟通，我相信办得好，台湾社会才往前走。那如果说这个案子被扭曲反而不好，那我认为原住民实验高中其实只要说他的这个包括他的教师的甄选，
包括课程安排，包括学生的遴选哈，都能够有适当的标准的话，这会是一所很好的高中。好，谢谢谢谢。那有一个数字哈，还必须要让你知道，哦，104年学年度哈，这个全市的中辍生总共有507人，失学的比例是全国的第二名哈，这个仅次于新北市。我想原住民的学生就占了112人，比例超过1/5。这个部分我一直很惊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那么高的一个数字哈？那当然可能跟我们的这个社会适应啊，跟我们的家庭啊，跟我们的这个整个跟学校的这个沟通可能产生了一些问题哦。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社会安全网出现了漏洞啊？我想我们是不是针对这112个这个我们专案来找回来学校？其实这个问题在都会区哈，新北市跟桃园市都有同样的现象。我想这个原住民学生的中辍有牵到家庭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很多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局跟原民局哦，要来了解到底每个中辍的学生的原因在哪里。我想不是只有教育局哈跟原民局哈，我想包括警察局，包括我们这个社会局，包括这个各局处哈，我想你们都有责任了哈，都有责任。我想一个个案哦，我们不要这个这个放弃一个个案，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回到学校。譬如说他是不是家里出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是社会上这个家庭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困境，我们要去了解啊。譬如说我们警察局找到失踪这个中辍的学生，我们这个会同我们教育局、原民局跟社会局来去了解一下他到家庭到底出现什么状况，这个是应该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弥补的一个措施嘛。好，这个问题我请教育局来组织哈，找各单位来配合哦，来研究说原住民学生中辍率如何下降。OK， 好，谢谢谢谢。那各位局长请坐哈，那继续来，我再跟你谈一下这个土地权的部分哈。上个会期我特别也提到这个复兴区的这个党部跟救国团哈，这个占用原住民保留地的这部分哈。那这一次哈，这个我又无意间就查到哈，这个霞云的探索交易基地哈，无偿占用了3513坪哈，哦，原民会跟我们解释是说救国团无意返还，哈，这个是上次我查到的这个复兴青年活动中心建筑租用，3433坪，每平哦月租金才9.7块，9.7块哈，我想，依照原民会调查这个政党及救国团租用占用原住民保留资料哈显示。救国团青年活动中心租用3427坪，年租金40万，每平租金约9.7块。政府对这个救国团还真的是优惠哈，这个叫做半租半相送啦哈，半租半相送。救国团租了这个3427坪哈，顺便再占用了3513坪，就是我讲的这个，好这个这个霞云的这个基地哈。占用比租用的这个面积还大，如果以同样相邻的地价哈，政府等于租给救国团每年40万的租金，这个原住民保留地使用，再送给40万的这个租金给原住民，这个保留地让救国团占用哈，我想这个真的是半租半相送，这个部分要怎么去解决啊？这个是原住民族行政局的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土地啦，对，当然那委托管理当然还是区公所嘛，对，委托给区公所代管。那我看了哈，目前资料我有看到了，那么复兴青年活动中心的部分3400坪、年租金40万，那霞云探索基地是没有租用，是占用，对，简单的讲就租3000多占3000多，一年花40万，对对，那这个条件事实上是不合理的。那复兴区公所也特别说哈，只要原民会要改租用的规则，他们就依法来执行。我想市长他会完全配合。我想拆屋还地哈是这个这个根本解决的这个方法。那个屋不用拆，啊，那个屋是我们的。对，我知道。那这样才能够落实转型正义啦哈。我想既然是我们的，就还给我们了。就是，所以我们的指的是说哈，他不是租用单位的啦哈。对了，那目前哈，原民会跟复兴区公所正在协商，我们市政府的立场也很一致。这一类型的租用如果有损及到我们的权益，我们一定会表示意见。这一题要解决了。我想这个部分哈，一定要处理了哈。这一看就是租三千多坪，占三千多坪，一年40万。对，
他我不了解他的租约到底到什么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他租约到期的时候由我们市政府来带来自己来经营？我有考虑过说如果原民会要解约，对，那市府愿意来接手经营做我们的整个那个观光旅游的据点，那这一点哈，我们保持开放的态度。Okay. 我已经跟原民会表示说，他们如果一旦决定解约，我们愿意接受。好，那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哈。我想这个部分哈，是不是要移送这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或者是诉讼？我想这个来，那个是中央的问题。对对，由市政府跟中央来做一个沟通，好不 好？那这个土地权的部分，但是霞云那个探索基地哦，对，那个是没有租的。这个没有，那个是完全占用。所以这完全占用，说只要租3000占3000，对啊，对啊，这很清楚啊。所以。越来越发现越多这个过去国民党的这个附属机关哈，占用我们原保地的部分。我想，我们原住民保留地哈，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这个还我土地传统领域，在讲这个传统领域要怎么去返还整个转型正义的过程，我们就是要回复权力的过，因为我是觉得这个过程嘛。我是觉得说哈，假如当复兴青年活动中心也很用心经营，但如果将来哈能够结合泰雅小旅行、部落体验，我觉得那个价值会高一点。所以我想，那个复兴的青年活动中心的这个案子，只要原民会一旦做成决定，市政府跟区公所会配合。好，我想再跟你请教这个生存权的部分哈，在人权体系中，生存权是位居首位哈，被称为第一人权。生存权在人权体系中。这个基于人权的基本需要哈，没有生存权哈，人权就无从谈起了。我想，经济生活保障其主要的具体表现哈，就是在民生的设施建设上面。那市长对于本市的原住民聚落哈，提供一个基础的民生设施，包括自来水、电力、交通、排水、户籍等，作为这个维持生存的基本义务哦。对于目前如坎金部落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它现在已经划在行水区这个外面了，但是还没有公告，是不是可以先来做这一部分这个设施或者是落户的这个处理？ Okay. 原住民的传统部落也好，都会的新兴部落也好，或原住民的社群的集会地点，那么需要的设施包括服务设施、生活设施，我们都会来改善。那因为以前我们确实哈，整个设施都是由复兴区公所在做。那现在其实离开复兴区以外，也有很多设施要做，所以原民局的业务提高很多。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来先就坎金部落现坎金没有问题。坎金我们先来做一个处理。我们坎金部落现在萨尔瓦兹部落我们已经通水通电。那坎金的部分，第一阶段我们做事业兴办计划，那接着如果核准后，我们会把它通水通电当重点。OK， 好，谢谢。那接下来会让他们留在，会让他们能够生存权受到保障。安全的留在，不过是安全的生存权，所以它的利地条件我们会做考虑。我想针对这个文化权的部分哈，那这个我们现在积极争取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原住民博物馆。我想未来，在这个现在都还在这个审查的过程当中嘛，哈。9月6号来勘察过了。对，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我们桃园市最有这个潜力，也最有机会把这个。国家级的博物馆能够争取到我们桃园来，那但是未来它这边这个地方哈，它会有这个很大的一个群聚的效应。怎么把完全中学未来的这个实验高中跟博物馆来做一个结合，这个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跟发展。我想这个市府哈，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这个初级的一个规划。好，我跟原民会有商量，那我们原民局提供这个选址的补充资料，是那请那个林志荣局长特别整理。第一个旁边有原住民的实验高中，将来整合这个传统教育，那我们这国家级的原住民博物馆事实上就会产生那个加成效果。第二个，附近还有书法美术馆、市立美术馆，以及亚洲矽谷的创新中心，它群聚效应也很大。那第三点，未来我们桃园市政府承诺未来他在国家级的原住民博物馆的营运上，我们会在文化、表演、教育、产业各方面，我们编列预算来支援。对，我们来多编列预算来支援来支援他这边的营运，让这个博物馆同时具有教育功能。OK， 好，不是只有观光导览。我想针对文化权的部分我再提一个就是在都会区设立这个我一直在提的这个都会区设立这个原住民文创产业基地现在规划的状况如何？目前原住民的文创的工作坊，那因为市长有一直在提这个部分。我每一场活动都请他们来从灯会开始那我看那文创的那些小铺或工作坊，
甚至新北市都来我们这边卖啊。对对对。那这个部分我看那作品蛮多的，那目前销路也慢慢提高，那有必要哈、哦，桃园区哦，我想如果桃园区要设集会所、嗯，有必要跟原住民文创工艺的那个的市集，我们可以来做跟集会所把这个市集跟那个。跟那个集会所二合一，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要买原住民的文创产品，就到那边去买。OK， 那这个部分呢，请不过这个要选址，我们要再想一下。对对，这个选址的部分，好好评估一下，好好的用心一下。我想最后哈，我们原住民的心声有很多了哈。那本席始终一直这个那一首歌是说，原住民要了解桃园，桃园要了解原住民，对，要互相了解。对，好，原住民的心声要了解，也听给也唱给这个大家来听了哈。桃园的心声也是欢迎原住民、啊。OK， 好，我想。一切的事务好基础还是法制化的这个工作啦。我想本席一直从第一会起一直到现在，一直谈这个原住民自治条例，原住民族发展自治条例跟原住民综合发展基金这个部分。我想目前我知道的讯息已经出这个法规会了，目前就是等市政会议来市政会通过后哈、哦，桃园市的原住民族的发展自治条例。就会送到贵会来审查，好，审查过后，我们按照条例来执行。我说以后这个就是我们桃园市的这个母法基本法，好，就是一个基本法。未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依照这个母法来创造更多的这个。我们因应这个法的通过，已经预先编列106年度的预算哈，我们增设了一个原住民族教发展基金，是，我相信也是地方政府首创的。好，谢谢市长，我想非常期待你哈，对桃园的这个文化有这个新的诠释哈，也期待你。真正把这个原住民的权益跟转型正义哦落实在我们桃园，好不好？对，我们都是走在前面，转型正义也会在桃园落实。那原住民基金会哈、哦，其实我们已经编列3000万，对，我相信地方政府哦没有像我们编列这么多，今年原住民会到达7万人。我们桃园市原住民行政局的预算从原本5亿不到。变7亿，对，好，谢谢市长。也正是哦，我想7亿的预算加上7万个原住民市民。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最后哈、哦、再跟你确认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原民局哈、哦，你刚刚讲说，今年这个编了7亿的预算，对，还有未来有自治条例，有这个基金会或者是发展基金的一个设置哦，我想原民局的这个人力是确实是不够了哈，中观现在有40个人，对，中观六都这样子来看哈、哦，我们确实是不够人数来去执行这么庞大的业务。那市长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哦，就原民局的这个原额的扩编哦，给予他们这个协助啊？目前哈、哦，原民局的业务当中最需要的就是设施跟这个设施方面的那个专才，营造方面的专才。那我想就请原民局规划新成立一个科，设施营造科。好，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业务都委给复兴区公所。对。对对，因为我们12个区哦，有非常多的那个设施跟营造的业务，那请那个原民局设施营造科要好，谢谢市长，我的咨询就到此结束，好，谢谢。好，谢谢。好，那么时间暂停，时间暂停，等一下，把那个海报给他拿走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在我们的旁听席有来自上海普陀区区常委黄海平先生所带领的交流参访团莅临本会参访，我们掌声鼓励欢迎他们。谢谢，请开始。好，我想首先啊，感谢林志强议员啊，对伊的族人啊，那么争取到这个福利的用心甲拍拼。那么市长，啊，这个会期开始啊，对，甲这当今嘛，经过27个局势以及2间公司，伫工作报告内底，咱充分来讨论甲啊，这个讨论啊。予咱感觉讲，咱的执政的这个团队啊，市长你认为有进步无？有进步啦吼，有明显的进步。嘛，我嘛感觉讲有真明显的一个进步。那么应该给咱的团队啊来个肯定甲侮辱一下，至少予咱的感觉是讲，会当挂上咱市长的这个脚步，就已经真无简单啦。这是外界对市长啊，你的一个肯定。你的一个认真甲拍拼，一个基本的一个肯定。那么政党政治啦，无同款的一个政党，当然对政策的看法会无同款。但是我认为一个城市的一个进步，尤其咱同市这么少年的一个
管他一个第六支啊，建设的部分绝对袂当分哪个力，市长你是认为的？对，这个城市的进步，所有的市民不管伊是哪个力的，也是无色彩，拢会受益。所以建设无色彩，福利嘛无色彩，老人的补助也不会分作你支持哪一个政党有差别。所以建设没有党派，福利没有颜色。延续了咱的工作报告当中，上尾的两个角色，航空城甲捷运公司，那么无同款的一个政党，伊的看法认为讲，伊这是增加着咱通市财政的负担。但是我个人认为，又阁无同款的一个看法。甚至我甲财政局局长、欧局长，伊是几代来这个财政局，诶，拢是伫伊的手头内底，伊的看法甲我甲伊较同款。那么基本上，我认为讲，拄老朋友时代甲即当今，那么一般百姓上怀念的倒一个馆长，你知无？老朋友，为虾米？伊有起一粒这个巨蛋，这个巨蛋伫咱这个土龙家。那么每一个人的怀念，每一个人对这个老朋友馆长的这个笑脸，都是一个伊有带动了地方的建设。同款嘞。伫经过这么侪、这么长的时间了后，那么啊，伫你的任内，包括着你的航空城计划，包括着你的啊，这个绿色捷运种种的一个重大的建设，我想甲欧美环局长的认为同款，就是借钱嘛来开，市长你的认为呢？我想吼，桃园需要大建设，是桃园嘛需要大转型，咱桃园不能被低估。因为我们是全台湾成长最快的城市，也是全台湾年轻人口的首选，更是全台湾哦产业的首都。对，所以咱桃园吼是带动台湾经济火车头。可是我们基础建设不足，我们跟时间在赛跑，所以我认为桃园市应该采取这个建设扩张的政策，那么要让我们的建设的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所以我想，不管桃园航空城、亚洲矽谷、捷运系统、下水道、运动中心、美术馆、会展中心，都要一个一个把它定案，一个一个把它开工。这个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常跟很多的市民讲说，咱桃园你改变，我希望我是一个开工的市长。就算我来不及剪彩，有的这个要7年8年以上的工期，但是呢，现在不开工，未来就没有机会来使用。所以我想吼，议会跟市府其责任一致啦，就是咱希望吼桃园的城市转型从现在开始。多谢市长啦，应该安尼讲，就是讲桃园县、桃园市啊，伫未来有遮尼侪、遮尼大、遮尼侪建设，欧美环局长伊想了解到咱桃园市伊需要啥，那么嘛了解到讲桃园市未来更加需要啥。所以說嘛，市長，我来说明你说的一个问题哈。我认为升格前哈，主计处给桃园的财政紧箍咒天花板是错误的。他当时说第六都升格，他的成长率、统筹分配税加一般补助款，只能0.2%的成长率。因此，如果你统筹分配税争取多一点，他补助款就少一点，所以永远只有0.2%。像我们今年的成长是1.5亿，那我认为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这个是惩罚第六都。人说慢走吃较有呢，没用。我们第六都被前面五都设下了一个路障，说成长率只能 0.2%。 事实上我们人口成长率也不止 0.2% 啦，我们的产业成长率也不止 0.2%。 所以这个 0.2% 的天花板一定要突破。假设不突破的话，永远我们是被框在笼子里面。所以我认为，除了争取统筹分配税合理提高以外，我们要争取这个0.2%的成长率的上限解除。通市的福气，态度来决定个官度。希望讲市长好好做，我想所有咱通关的通市的市民啊，绝对永远来支持你，安尼好阿无？谢谢。我想另外今仔日一个较严肃的问题，啊，就是里长定位的问题。对，虽然这今年的10月7日的风台煞了后，那么台东迄个船长发生迄个代志，那么伫10月7日，我伫法务局的工作报告，
有提出来讨论。那么市长十月七八马上就召集了相关单位，针对地方自治保障了里长的权力的部分啦。那么提出了看法，然后我真认真来找这些资料，包括了台中，也是讲台北市的地这个自治条例，针对里长的这个福利的保障的一个自治条例。但是，迄拢是换汤不换药，甚至白酒啊，要无就酒的无药，啊无酒的空空药，药到老火老地。上基本的，里长到底是民意代表，还是公务人员？这是一个定位的问题。那么到底伊所付每个月领的4万5千块是事务费还是薪水？我想这个问题影响就真大。在民国92年的时阵，那么就已经伫内政部来讨论，甲这东金非但无来改变，那么甚至啊，针对里长的这个权力的一个保障，嘛无一个正面角，必须要由地方来定这个自治条例。啊，那么内政部到底遐官员是伫从啥？请市长来说明一下，好无？感谢景溪议员的咨询哈，你点出了一个老问题。里长到底是公务员，还是民意代表，还是什么都不是？我们在救灾的时候，里长是救灾指挥官，社区第一线他要负责，所以他是接受行使公权力。那我们在很多的证明文件的核发上，里长也当邓依娜，当作是官房一样。所以里长其实有很多的任务是接受政府委托。那但是里长没有公务员的福利，也没有民意代表的福利。那如果万一里长犯错违反法律，又视同公务员，所以我认为这个哈，里长的定位一定要先解决。在我的认知里面哈，里长是一个特殊的公务员，他是经过民选产生的特殊公务员，这是我的看法。那里长的这个所谓的保障哈，现在大家说的是那个因公殉职的保障的部分。那我跟大家报告，我当时就因为台东的事件，我说我们可以推动自治条例。那行政院有跟我们桃园市政府讨论，他说这个问题他希望全国一致来解决。好，但是我跟他表达说，我们桃园会走前面，我们可以来有些机制先走。那目前有三个机制可以走，也跟议员来说明一下。第一个，我们可以哦让里长他用他15000块的保费，里面拿500块出来纳入林长的这个系统的保险，他会增加100万的保险。第二个，互助金我们可以直接改办法，增加150万的抚恤金，两个加起来就250了。第三哈，如果能够自治条例通过，我们就可以编列预算。那因为原来里长的自己条例被定死了，那么要新增项目哈，要经过中央修法。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内政部商量。那么如果要推动自治条例的话，如果中央的版本比我们高，我们用中央的版本；如果中央版本没有，或者中央版本比我们低，用地方的版本。所以桃园市政府仍然会推动，但是前面那两项是现在就可以做，就是纳入林长系统的保险加100万，互助金的抚恤加150万，就会有250。所以今天你的咨询应该是很有价值，我想我请民政局哦着手来处理这个因公抚恤。那另外一个就是因公诉讼。哦，甲人拍官司，比如讲，咱要开一个路，啊去排除地上物，啊叫立民狗，啊叫业主狗，这种情况哦，因公涉讼，我们可以直接补助诉讼费，没有问题，比照公务员。那市长啊，你即摆伫民进党内底啊，嘛是中常委，嘛是蔡英文的爱将，我想这个严肃的问题啊，是不是会当你拜托你中常委，甲总统来反映？好，那么真真正正一摆落来个解决，到底这个里长是公务人员，还是民意代表？这个问题，彻底来个解决一下，安尼话冇？我认为需要解决，安怎讲呢？伊这包括着其他的福利事项，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两项，抚恤跟这个所谓因公涉讼，另外也有包括像他的年终、旅游，或者是那个退休等等，是否可以有一个里长的条款？我觉得这个部分吵了20年，没有个结果。那么，我相信呐，哈，新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应该把这个问题把它定位好，让里长哈既有权利
跟责任啊，也有安全跟保障。希望市长会当做领头羊啦。好啦，我来尽量讲啦。至于说这个李长的这个保险嘛，那么250万，我认为嘛，还阁是含上少一丝啊。这现在当先做的啦。我系这个新闻稿内底啊，嘛已经有真面卡，那么让市长知影。对。如果还讲照我的这个版本来来啊，那么至少会当提高到600万，吼、哦，这上基本的一个尊重。哦，请请市长来参考一下。额度哈、哦，我请民政局研究，尽量提高，好不好？好。我们单行的法规能够提高的，现在能做的，我们尽量提高。好，谢谢。好，市长，针对刚刚哈，我们黄锦熙议员哈，他对里长的这个照顾啊，还有他的这个提案啊，我相信啊，不是只有我们黄锦熙议员啊，我们民进党所有的议员呢、啊，我们都会联署。好，然后做这个希望市长啊能够针对里长的福利。我想两个事情哈、哦，可以立刻做、嗯。第一个，我们已经首创全部的里长保险100万的意外险。对。那里长部分我们有给15000的保险费，他只要提拨500块就可以参加，所以至少会增加100万的保险。第二个，互助金的办法修订，那么要增加150万不难。那至于额度哈、哦，是不是150？那我们再研究一下。那很快的，我们桃园市就可以到达里长因公殉职抚恤会到达250万，好、哦，这个额度，那这个就比中央快了。好，那该地方要先做的，我们先做了哈。好，那市长现在哈，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关心的，就是绿线捷运的问题了哈。那绿线捷运它的那个 PCM 啊，到底有确定是哪一家来承包了吗？好，我们在7月份。那么经过公开的评选、嗯、那么已经选出最优先预约的厂商，就是中兴工程顾问公司。那么中兴是属于这个经济部所属100%持有的单位、嗯、那么第二优先顺位是世熙工程顾问公司，那这一家是属于交通部100%持有，基本上都是政府单位。那我们7月展开预约之后，那么有针对31个项目，重要项目，那么其中30项已经达成了这个预约方面的这个共识。那有一项还没达成，就是那个国外的工程顾问公司。嗯。那么我们认为机电的核心系统的设计能力、规划能力，仍然需要有国外的时机跟经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中兴工程能够跟这个厂商能够签订 MOU 之后，我们才能够签约。简单的讲，我们签约的时候要看到主要协力厂商。对，那目前，哎，您说。但是问题，我们大家非常忧心的、哦，就是我们那个机场捷运呢、哦，它的这个算是一个拼装车啊，对，啊，它的那个整个一个专案管理跟这个系统整合啊，非常的糟糕啊。那我是希望说，不管是哪一个的这个PCM 哈、哦，他们呢要来确定来做我们这个桃园的这个绿线捷运呢、哦，我是希望说哈。哦，为了这个机捷的这个前车之鉴呢、啊，我是希望说我们的这个 PMSI 啊，这个整合能力啊，一定要有在国际上做过。没错，所以那个我们这个底线哈、哦，绝对不会放弃。嗯、我想有两个标准啊，第一个哈、哦嗯，国外的这个机电的规划的专业公司如果没进来，不会签约。嗯。第二个，假如工程会把它停权，不会签约。嗯。我只有达标才会签约。目前哈、哦，当然上次因为提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两个标准，好、哦，不能停权，国外顾问公司要进来。那14号我知道工程会要审议，那中兴工程顾问公司是否会停权？如果14号审议通过，嗯，我们会在一个月内，就是11月15号以前，要求他要出具国外工程顾问公司的这个 MOU， 嗯，合作的协议，嗯，那我们才签约。如果 deadline 11月15号，因为我们7月已经评选完成，11月15已经那么久了。如果他11月15，如果他停权，那就结束了，对，就换第二家。如果没有停权，他又不能够提示国外的合作的这 MOU 的话，那我们会找第二顺的预约。我想政府在一个轨道上进行啊。不过我也要跟议员跟议会说明哈，中兴跟这个世熙都是政府单位，嗯，那他们各自有表现好，也有不好的。两家也都换董事长，也都在改革。那事实上，三鶯线监造也是中兴，所以未来假设我们跟中兴签约，
三鶯縣、绿縣、机场縣三个縣都是中心。那当然如果颠倒过来，假设是第二优先顺位四期，我们的铁路地下化是四期目前做可行性报告，那我不晓得将来 PCM 会叫谁做。那简单的讲，未来这两家仍然是很密切的，因为他们也扮演不同的角色。事实上在一个标案里面，这一家如果做 PCM， 另外一家就有可能争取验证或者细部设计，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合作关系啦。那 我只是认为说，我们都应该用高标准来要求。好，那我可以很明确的说，假设十四号工程会停权，我们就跟中兴就 game over， OK， 就换第二家来预约。好，第二十一月十五号，就他那个最后的期限一个月内，如果不能够跟国外的主要的机电工程顾问公司签约，签了 MOU， 没有那个 MOU 的话，那我们就找第二家预约。那如果他期限内完成，我们就顺利的跟中兴完成预约，展开我们的整个绿线捷运工程的统包作业。好，谢谢市长啊。那市长，另外一个就是说，针对八德的部分啊，因为现在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桃园的地景艺术节啊，办得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对。那唯独就是在八德这个区块哈，我是觉得说，只有在八德的那个皮塘公园啊，这是不够的。那现在目前呢啊，我们八德有很多的这个在地的特色啊，有很多的自然景观。那尤其是啊，现在目前呢，我觉得最夯的就是这个 U Bike 啊，这个微笑单车。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微笑单车呢，来让我们八德呢，哈，所有的旅客呢，能够踏入到八德。那我们八德有很多的一个特色，尤其是在这个城乡区块，白鹿社区跟这个竹霄社区。那我前几天呢，我借由这个两位社区理事长啊，带去绕了一下啊，那我发觉到说，尤其是在竹霄社区啊，有两个玩意池。对，一个是大家比较能够清楚，就是那个萧里的玩意池嘛，哈。对。那另外一个哈是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大火房的，对，大火房的那个玩意池啊，真的它的水质真的是非常的软。然后不仅是如此啊，我还发现到一个百年的这个无患子，有一棵百年的无患子树在那里。好，那我是觉得说，哎，我们八德真的是有很多哈。非常适合这个轻旅行的这个旅游，然后这两个理事长呢，他们非常用心哦。那只要是哈有一面墙，他都拜托这个所有权人签这个同意书。那是希望是说什么？希望是说能够做这个3D 的彩绘，因为大家都看到我们那个客家事务局前面的那个 3D 彩绘真的是做得很漂亮。我相信也因为那个 3D 彩绘，也让很多的游客进来我们龙潭嘛。那我们八德这边这两位理事长他们也是非常的需要是说，哎，如果说在市长的支持之下，能够让这个白鹿社区跟这个竹霄社区来做一个串联，来做一个办一个这个整个一个景致上的一个设计，然后呢来由 U-Bike 来做一个轻旅行，而且竹霄那边还有一个落羽松也很漂亮啊，然后直接串联到这个皮塘公园，然后再由皮塘公园到这个大南的这个商店街那边啊，我会觉得说这个在对八德而言哦，这是一个特色。那因为市长你是八德人，你应该比我们还更清楚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来串联、来连结、来去加强推广。好，谢谢小凤议员的咨询跟建议哦。那么上次地景艺术节在八德，那么配合包括环境剧场、皮塘音乐会，还有八德小旅行都很成功。对。那八德小旅行是走包括古宅、皮塘，还有包括文化景点。那您讲的白鹿社区跟竹园萧里社区哦，这两个社区是很有传统味道。那不管是包含里面有吉恩埔、晚一池、石母娘娘，我刚刚讲的向天池跟落羽松，都很有特色。对。那我想这里真的需要 U-Bike， 我请那个交通局哈、哦，针对这个部分的 U-Bike 的配合小旅行来做。第二个哈、哦，我们彩绘村的部分的计划。像这次韩国的那个 MBC 文化放送电视台来我们芦竹坑口彩绘村取景，那我觉得竹霄社区跟白鹿社区也有潜力。对，我们请那个我们的这个文化局针对这个社区营造的彩绘的部分哈，要表达这个地方的特色。那第三就是我们客家局，因为北区哈萧里是北区的客家重镇，那我们客家的生活营造，我们那边也做了一些生活营造方面的一些环境景观改造，那这些要整合，
那我想竹园、萧里、白鹿哈，这个传这个地带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景点。那市长还有就是说，我们请这三个单位来规划。好，市长还有就是说哈，这个不仅是一个轻旅行而已了哈。那我也觉得说有很多年轻人哦，他们有他们的 DIY 哦。那针对这个年轻人的部分哈，比如说像有一个我很好的朋友，他本来是一个工程师，他现在呢回到家乡哈，这个除了经营这个农业之外，他也去弄了一个大造鸡，好、哦、啊，他弄得还不错，而且他太太自己亲自去养这些土鸡，好，那我觉得说让年轻人回来，这也是一个要鼓励的。好，好，这个请我想哈、哦，社区营造哈、哦，也一定需要年轻人的力量，那年轻人可以返乡，可以带动，那甚至于说有心的年轻人也可以加入做社区的介入。那这个部分我想请那个文化局来多协助，从社造观点来处理，这样可不可以？可以。我们那个青年社造在巴德也开过，在巴德中正堂也开过论坛，那明年开始我们会，那针对议员所说的那个白鹿里啊哈，还有萧里，还有那几个的彩绘的地区，我们会去踏勘，然后会跟里长沟通，请他们提出相关计划。好，那局长我们再另外安排时间来会看一下。好，谢谢。好，好，那市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相信啊，市长你非常着重这个精英运动的这个选手的培训计划了啊。对。那目前我们桃园市有13个优势的这个项目的培训，那在这个105年桃园市精英运动选手培训计划里面呢、啊，市长曾经呢、啊、也有特别的这个提出三个重点啊，一个就是聘请外籍教练，另外一个就是优秀的选手的这个移地训练啊，还有一个是具潜力的这个选手暑期训练营啊。那是希望我们的这个桃园的选手们呢、啊，能够在比赛的时候、啊、能够发光发热，然后拼出一个最好的成绩。不过实际上，在这个国中跟国小要到这个其他县市去比赛的时候、啊、我最近有听到好几个学校的校长、啊、他们都一直在讲，参加这个比赛啊，我们教育局啊所补助的金额啊是微乎其微啊，他们一个学年呢、啊。差不多将近要200万，可是问题是我们教育局这边呢，金额好像是有限吧，只能补助差不多120万，那这个落差真的是非常的大。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又要马儿好，但是又要马儿不吃草，黑不扣脸嘛。啊，尤其是我觉得我很心痛的是，长期以来，所有的学生代表桃园市去参加比赛，他们的住都是跟寺庙借，那这样子第二天，怎么会有比较好的精神来去参加比赛呢？所以说，市长，针对这个培训的选手啊，是不是说在这个经费上、啊、能够全额补助，或者是说啊，将这些培训的这些去参加比赛的所有的选手们呢、啊，他们的经费啊，把它纳入到这个体育局，由体育局这边呢、啊、来专门呢、啊、来做于这个培训跟补助。目前哈、哦。我们精英选手培训计划也是桃园的特色，别的县市其实经费没有像我们用这么多，我们比过去的那个国内的比赛的协助哦，也比以前多很多预算，坦白讲我们是增加的。那至于说未来如何再增加宽列预算，我们尽量来努力。那全额补助哦，或者是说那个如果一个需要200万，那100个需要就要2亿哦。不是啊，市长，因为体育局他这边有设置很多的，没有，这跟体育局，不论是体育局或教育局，都是整体预算的一环，不在于哪，这个问题不在于体育局跟教育，它有分工，精英选手培训是体育局负责，那学校一般性的国内比赛、国外的交流，那是由教育局出钱。那我今年也把预算增加，明年还会增加，坦白讲都有增加，所以个案的部分我们也许可以讨论一下。但是你说，如果一个学校要200万，那100个就要2亿哎。对啊，所以说这真的是非常庞大、啊。那全国没有这样，没有哪一个县市政府说哈，只要国内比赛都全额补助，目前没有哪一个县市这样实施，都是部分补助。而且事实上也，国内比赛花不到200万呐、啊。那个可能那个议员得到资讯要稍微修正一下。没有嘞，我有看过他的那个整个一个的预算书哎。
那国内一场比赛，我们一个学校都要花200。不是，它是一个学校，它有很多项。哦，它整个学年下来。你讲的是说整个学年，对这个学校的比赛活动总共花200万。对 对。那这个部分我们再来了解实际的情况，好不好？好吧，市长再拜托你了。如果因为这个体育比赛，如果单单这样，国内100个学校就要2亿，啊，如果200个学校就要4亿。那这个数字很庞大。不是啊，因为哈，体育局它针对这个体育的部分有设立一个单项的一些基金会了。没有，单项基金会里面是没有钱的，是单项没有你。但是基金会里面没有基金啊。对，但是问题是说，就是由市长跟局长针对这个基金会的部分，我们如何去筹钱、啊？那个没，那目前哈，单项基金会是说，他如果成立基金会的话，是有那个基金会的名字。嗯。那目前没有几个成立啊，所以不要假设体育局，而且体育会底下哈。他的钱还是靠我们补助啦，他钱完全靠我们补助，所以里面是没有钱的，是名字有那个基金。好了，那市长就拜托帮忙想办法了，要不然这些孩子也很可怜的哈。好，那但是我要说明的是，桃园市补助国内国外比赛的经费比过去多，比外县市多数的还要多。是，我知道。好，谢谢。好，那市长，那个。郑市长，好。那个前几天哦，那你到杨梅区公所该开那个市政会议啊、哦？对。啊，我看到确实你替杨梅哦做蛮多的事情，啊你也走得很勤，然后规划了很多的建设。那这边各位请求啊，请求一件哦，我们的公九公园哦，瑞西里跟三明里啊，那个公九公园哦，我认为那时候是在竞选期间哦。我们两个有去承诺了吼，啊，那爱叫聘叫行，那你也有交代下去，现在也在规划当中。那龙金客也提出哦，三样的评估，结果刚刚啊，我去取得消息，你有派我们的秘书长吼，对于这个公九公园哦，他评估出来，看要征收还是要代管还是什么，后来决定代管。但是我市长，这个公九公园另外的。在瑞西里有2306坪，那如果代管的话，那个是一无所有，因为上面有375租约，然后既然我们的秘书长都决议要代管，所以我希望市长回去哦，要这个方案啊，最好是能够方案三，要有价的去取得，这样对瑞西里。好，这样子啦，哎，这个我们希望每一个公园的开发案，我们能够用心处理。我们承诺用心处理，不是承诺征收。好，用心处理有很多方案，有代管方案，有容积移转方案，有一般征收方案。我请那个公务局，好了解一下哈，目前区公所提的三个方案，到底哪一个具有可行性？要以可行为前提啦。好，阿瓜来努力。我刚刚我讲得很清楚，他现在决议代管，但是代管的话，他想说啊，土地哦，我们代管不用花钱，马上可以美化，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考量，根本代管上面就有375租约，上面就种了一些东西的话，你有375租约，你用代管这种决议是不行的啦。好，啊、希望說市長我来深入、欸、请那个公务局哦、喔，深入了解一下。公务局局长，你要是了解这个案子，好不好？拜托一下。如果公九能够开发，当然是好事，因为尽量来完成。那个地方哦、喔，真的确实有需要，而且那大楼林立，你知道吗？然后两个里刚好夹在中间。也没有活动中心，本来龙金客提出来，希望说这个能够征收完毕，能够盖个活动中心，两里就可以做活动中心，也可以使用。但是我不是说你马上要去进行，我们可以渐进式。我刚刚也跟区长建议，公园开发的目的不是要做活动中心，是要提供给里民市民休闲使用。哦，那也没有关系，反正那也没有关系的。反正你征收，你如果说用代管的话，那。如果地上的话，它有375租约的话，代管是不可行的啦。我认为这个要去检讨一下。好 ，OK， 谢谢。那市长，我觉得你替杨美做蛮多事情的，但是我有一些问题啊，我必须在这边啊一一的跟你告知一下哈。那个你现在编的预算啊，那个设计会要我们区公所要改建啊，这是很好，但是唯一。七公所改建的话，设计会今年会通过，明年会开始设计。但是那边有一个加油站，那个加油站要请市长帮忙一下，那加油站一定要把叫他移走，
一个小嘉义在那边的话，那七公所在那边重建的话，我认为那是希望市长可以帮忙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尽力协助哈来处理哦。那杨梅的新的行政园区哦，那么一定要完整取得基地，那旁边设加油站不妥，但加油站是中油的那个财产哦，那要协调也需要一点时间。好，那市长还有我们杨梅图书馆哈，那个动工典礼啊，对，哪时候动工典礼你都有去？10月15号预计。啊，就我们有要求区公所在10月15号以前一定要报开工。那个，那要办一个动工典礼啦，哈，让大家知道这案子也正式发包了。那我再请那个文化局跟杨梅区公所协调办一个动工典礼。庄局长，图书馆你现在是专门交给那个杨梅区公所来负责。哎，对。你的开工典礼啊，我跟市长他大家都有去啊。既然动工典礼啊，5月12号动工典礼。它叫开工说明会。你那个拿烟枪吐一下，那个不是动工典礼是什么？怎么开工说明会？动工典礼5月12号，现在几月几号了？我认为说你没有办法的话，你就延后。你不要动工典礼完毕的话，到现在5个月啊，连拿一个烟枪去敲一下都没有，你知道吗？那人家一直问，里长也被骂。本来是我们市政府的美意，要盖一个活动中心跟图书馆。那因为有造成有一些问题，你们要去督导一下，而且你没有办法，你就不要开工，怎么开工典礼，怎么的说明会？我们会持续跟那个姚区长在敦促他要这个确实的掌握期程啊。还有公所一些问题，像我们提议园区啊，今年编了12亿5000万啊，结果现在土地都还没有征收。还没有征收完成。包爷，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可以啊。这个杨梅体育园区哈，本来是一次，啊，征收分段式，后来就分期分段。那事实上的话，市府是很有决心的。那我们已经在103年编了5亿，104年编7亿，106年再编1亿7000万。那因为这个我们在最近一直到年底，我们要土地的一个协议架构，我们这样总计将近13亿，但虽然执行只有100多万，但事实上我们一直正在努力进行当中。这里跟议员说明和报告。局长，你是刚来没有多久，我也不敢就责你了。我是认为说，去年变的预算，今年通过的话，1月份通过的话，你1月到10月，你这10个月啊，连土地啊都还没有协议完成，你知道吗？议员报告，我上任以后就做了2次的公听会。我知道。那为什么所有预算通过的话，你包括里面还有设计会呢？那你如果不要的话，你今年再编，明年再编就可以啊。预算给你们，你这个预算要去执行，你知道吗？而且速度要快，不是说在那边慢吞吞。如果啊，今年年底你土地都没有完成，再延到明年的话，我请教你啊，明年再开始设计，后年我是担心呢，我们盛市场想要连任呢。你们这些公务人员就慢吞吞，在那边慢吞吞。鲍议员，我们现在是非常的努力在进行当中。我知道，我需要说你要这样子啦。我讲个原则啦哈，就是杨梅体育园区，因为它有土地征收，按照规定要办土地征收的说明会，办完之后要报内政部核定征收。那因为这个程序让它继续走下去，请我们体育局加速，时间不要拖延。好，你把那个时间表列出来。那要在什么时候取得土地，要有一个预估时间。第二个，我们5000万的设计费已经早就核列，今年就可以用，先行规划发包，不用等到土地取得，因为今年已经有规划费，先把这个我已经指示过很多次了。假如这案子这个速度不能加快，代表体育局的能力不足，所以我们一定设计跟征收同时进行，好不好？对，市长，我的意思是速度要加快，我不是。有在进度没有错，但是钱早就有了，那你要赶快设计。我这里也特别讲，有很多市府同仁过去的工作习惯是土地取得才做设计，这是错的。土地取得、都计变更跟设计可以同时进行。好，这为了争取时效，因为人民期待很高，他不会觉得说像土地征收有一大堆程序啊，要1年到2年。
可是人民会觉得说，哎，怎么要那么久？不是有预算就把它征收起来了就好了啊？可是法治国家就要按照程序走，所以我们设计可以先走，请那个体育局哦，确实按照这个政策执行。好，那谢谢市长。还有市长，你那个双龙里有鹅巴公园的亲子馆哈，对，还有阳明里啊哈，我觉得七公所那个公务课有一些承办人啊，真的是问题重重，你知道吗？连一个设计标啊，他既然可以流标两三次，然后就慢慢的拖，其实你的政策很多了，在对阳明来讲，真的是你替做了蛮多事情，但是我一直担心，一直在怀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看从阳明，从阳明哦，就可以看出整个桃园市，可以看出全国，一个区长派下去，然后所有承办人在那边慢吞吞，在那边玩，你们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政策那么好的市长一再推出的政策，然后慢慢在执行。好，设计流标的问题，请那个公务局哦协助了解。那么我想哈、哦，过去乡镇市公所他会找固定团队设计，这是过去陋习，那这要打破，那也要让各种各样的设计团队可以愿意去标区公所的，只要他是公平公正的，都应该让他能够进去标，甚至我们可以邀标制。让那个建筑师工会了解，那这些乡镇市级的所办理的工程哦，一样是会到达高品质。那流标问题怎么形成的，请公务局深入了解。不过我想有时候流标也很难避免，那这是有时候牵到预算的问题，有时候淡季旺季的问题。那我想你讲的这两个工程是一个，他设计流标，我请那个公务局专案辅导。那个局长，我跟你讲。其实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当时我在公所也当过秘书，我非常的了解，变成结构性的问题，你知道吗？你调一个科长下去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改革，你知道吗？承办人在那边跟你玩这个，然后慢慢拖，所有的政策下去都慢慢拖，然后标也标不出去，然后承办人啊，一个区长调一个承办人，找两个议员去关说，说不能调，这个人表现很好。那如果是这样，那我本来以为说升了直辖市以后，那个公务人员下去可能比我们明显的那个乡镇所长还好，更清廉，然后更有魄力，因为他没有选票的压力，你知道吗？结果啊，很多区长都怕没有官好做，你知道吗？然后下达命令根本就没有办法，然后一直在那边打转，所有我们提出来所有的政策啊，都有在规划，然后执行慢吞吞。我是担心，你知道吗？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上任了两年了，然后再两年的话，可能看不出成果，你知道吗？我们都有在进行，所以这结构性的问题啊，必须啊，每一个局处都要好好去督导，这样才有办法，这个效率才会出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担心，我一直在看，一直在忍。调一个承办人要两杨美才三个议员呢，有两个议员说这个人不能调。然后承办人到处告状，那一个区长如果说连这个承办人都没有办法调的话，那区长也不用干啊。不过那个火炉议员，我跟你说明一下，这个承办人员已经调动了，哦，是有两个议员希望他回到原单位，那个张火炉议员认为适当的轮替是好的，那议员意见有点不一致，没关系，也尊重一下区长的那个。你别调动，我根本都唔知。因为我们是高格调的议员，我会去管到那个承办人要调到哪里，那本来是区长的权利啊，要调到管厕所也可以啊，只要合法的话都可以。我想哈，我也去详细了解这个承办人员调动到另外一个科哈，他也是有很重要的业务要办理，啊，所以我想也不是说哦调动是让有事变没事，不是这样子的。我现在跟你表明，就是这个权力放下去要分层负责，如果。各级市一样，我相信很多局长啊、处长，那对那些事务官啊，有时候你真的很头痛。他比你内行啦，你不要以为局长就很内行，你知道吗？承办人、科长比你卡内行，你知道吗？然后他如果玩你们的话，你们只有在那边给他玩，一直玩下去，你知道吗？我从阳明公所，我就可以看到我们市政府的，看到全国跟小英一样，想要做好。然后下面的人在那边结构性的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那既然要改革就要有那种魄力，
那我相信啊，里长大部分都很好，有一些里长啊，因为市长非常的亲民，直接他可以传达到你那边，有时候他可以恐吓，你不做的话，我就碰到市政会议立的改系，啊，那个碰到市长你就打小报告，我认为这样都不好的。你的里长本来啊，刚刚我们黄锦熙议员里长的福利啊，各方面我们都要关心，但是有少数里长用这种手段的话，哎，你是要服从命令的，区长呢，你本来如果告到民政局局长那边哦，哦，剩有够大条啊，你知哦，他可以主动到市长那边去。我认为这样这种程序都不好。那我认为，如果像这个里长不讲道理的，然后打小报告，我相信呢，这个不要听。其实哦，里长哦，那少数几个里长不用去怕他，你知道吗？你会当市长的话，以前呢，我调查90%几啊，都支持吴志扬呢，啊，你还会当选，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里长就很有票，你知道吗？唔免惊，向前行。还有包括民政的局长，下面各区的局长，你不讲理的里长啊，该修理就要修理，你知道吗？那如果在金荒的话，就要抓起来枪毙，你知道吗？怎么可以暴行犯上？其实哈，那个里长有时候反映问题比较急切哈，也是希望赶快解决啦。我是哈抱着将心比心的心情，那但是那个公开的。公开的会议都是可以提案的啦，这个不会拒绝啦，这不叫小报告，这叫反应啦。那我想里长我会尊重，市民我会尊重。哎，叫做恐吓，你知不？不会啊，如果一个建议，因为他这样讲哦，那个区长真的会怕，你知道吗？他在恐吓，你知道吗？让我心生畏惧，那在恐吓，不是建议，你知道吗？我们给区长也是很坚定的支持。那区长他用人的权限，基本上我都很尊重。哦，到目前为止，我很少去改变区长的决定。那如果到年底，我已经公开说过，我今年抓进度，到年底各局处、各区公所、各单位，假设哈业务有重大的缺失，工程进度重大落后，说不出什么原因，我会调动。我是认为你要授权了哈。我也授权。还好哦，你还有魄力哦，调一个承办人，后来你还蛮有魄力，这一次你可以赞赏。嘿，你若讲袂使调动的时候，看到议员那边不能调动的话，你这个市长就差不多丢脸啊，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人事命令也发布了。不过我想每个议员关切也很正常啦哦。但是我想我是一视同仁，对任何的公务员哦都是支持啊，也要求。议员权力没有那么大啦，还可以管到那个调动那个哪一个议员有那个权力？那调动是所长那个区长啦，那个。局长要怎么调动是他的前线，不，他们也是好意啦，好意的关心。如果说你要关心的话，你应该拜托局长的话，那个不要调，那个很好用，细心的，不是两个议员去让他压力很重，你知道吗？那局长怎么敢得罪议员？不敢啊。我也会给区长哈很稳定的支持，好，大家放心，有意见多沟通啦。还有科教事务局，我们讲局长哈，我们龟山公园那个工程已经完工了，对不对？我当时在议会讲说，那个未征收的公园预定地还是私人的，结果客家事务局哦编下去1000多万，然后整修完毕，做到80%，他接到这个啊，曾经信函说叫你停工，哦那时候区长说要停工，我说怎么可以停工？我说一定要完工，结果完工了。那这个问题哦，各局处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土地有问题，你预算编下去去做了1000多万，然后现在无从指望，很会告人，你知道吗？而且当时为什么争取这个经费，然后可以做管理人啊？几年前就被法院判当选无效，然后管理人当选无效的话，官司就人家买25年的房子。无从指望他盖他告他还地，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那个私人的土地，我们编预算，那个客家客委会预算钱拿下去，我就在议会提这个问题，结果真的是接到澄清信函。那像这种问题在打官司的话，你可以请教我们法制室哦，可能不会赢，啊，一定会输掉。那输掉，如果我们1000多万，然后再把它打掉的时候，他叫你拆除还地，那你局长你要怎么处理？
谢谢议员关心。那这个问题，现在这个疑义呢，其实客家事务局跟杨梅区公所这边一直有保持密切的联系。那基本上我们想，我们还是就是说，会透过法律的程序厘清这样子的疑义，那确保这个工程还是可以完整。工程已经完成没有错啊，那到时候人家上法院的时候告你的话，叫你拆除还地的话，那不是了1000多万？不会，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努力捍卫公部门的一个权益。会赢吗？要有信心。有信心，我保证你没有信心一定会输掉了。哦，因为那个你那个管理人被法院判当选无效，然后土地所有权人只要有一个提出异议的话，你怎么会赢？局长那边赢，啊，如果输了，要乐观看待。乐观了、啊，好。这个我来说明一下哈，在工程发包的时候，那个土地使用同意书是合法的，那个技师工业本身产生法律纠纷，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公务，我们要信赖说他原来提供的合法的文件。那现在到了这个验收阶段，那有人提出异议，这个也很正常。就像我们做一条马路哦，基本上一毛可能提出异议，我们按照法制程序处理，那谨慎处理就好。指定那个管理人，桂山公园啊，他那个同意书是20几年前打给你，结果他几年前啊，3、5年前就被判这个管理人当选无效，所以我担心的是这种问题。那我认为说，未征收的那个公园预定地属于私人土地啊，我们不要编预算去做任何事情。当时我当代表就在质疑这一点，然后你到时候会造成我们征收的困难。哇，做很多建筑物在那边凉亭什么，那万一有钱我们去征收的话，那些东西算谁的？算地主的，你知道吗？造成我们征收的困难。好，我也希望说有一天龟山公园，我们财务可以的话，龟山公园整个把它征收起来，我们要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那个大概20-30亿啊。啊，没关系啊，那个市长等你当总统的时候可以帮我们做啊。那个龟山公园这个专案哈，我想也请客家局哦，那么谨慎的研究，好，也请公务局协助，因为他是做到一半提出异议。那现在已经验收，好，已经要结案了嘛，好，那我们去研究一下，看以后如何处理龟山公园的其他的建设。假如说这个有争议的话，接下来我们就很难在这个公园再继续建设了。好，谢谢。那请坐啊，我们多阿吉的局长，刚上任哦，卢局长，听说你能力还不错哦。那个我们都记内啊，都记内5年就检讨一次，对不对？是，规定是这样。那都记外整个桃园县到现在都没有检讨过，都记外那个叫区域检讨嘛，对不对？都记外不是检讨啦，它没有是什么？它就是照现况使用，那如果有特别需要就走这个开发许可变更，一个案一个案来，不是整块整块来。不是，都记内5年检讨一次，那都记外的话哈，你可以通盘检，叫通盘检讨，你知道吗？那不通盘检讨，叫区域的通盘检讨，都记外可以办，但是桃园到现在都没有办过，然后产生啊很多老秉建的一些问题。前桃园杨梅是一样，桃园都有这种相关的问题。老秉建本来可以建40%，结果他一些公社有没有？公社都属于财团了。后来那个些停车场啊、游泳池啊，什么问题，他再改名字，然后就卖给别人，然后又来申请建造。以前30年前记得老秉建申请都在乡镇公所，后来移到我们市政府，然后产生很多老秉建的问题，那个一定要整个通盘去检讨。那既然是老秉建，可以盖40%，那又卖给别人转来转去啊，包含我们杨梅啊，有疫情里、疫心里，然后我们的阳光山林整个啊，几乎都盖得满满的，因为一些公社又给他买掉，然后又重新再盖，停车场也没有，游泳池也没有。像这种相关的问题啊，都阿吉啊，应该要想出一套办法。全国我们剩下6都，没有人做，我们要带头来做，你知道吗？
这个区域检讨的话，你老秉政，你那些公社啊，该变为公园就变公园，该变停车场就停车场，这个要整个去检讨，你知道吗？那你做下你功德无量，哇！你这督察局局长哪个鹅肉，你知道吗？所有全国都要向你学习，你知道吗？我们的做那个土地正义本来就这样，老秉政啊，盖到80%，跟商业区一样，那怎么合理？在山上呢，盖到这样，那地震有时候杨梅的土质还算不错的，那如果说土质有问题的话，那地震都会有危险呢。一个山上的承受力有多大？这种问题，我从政当议员来，我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告补会掐，没有一个人会去做。那这种严重的问题，然后住在那边的人心里会怎样？我的公园怎么又给他盖掉？我的渔网又给他埋掉？这很可怜呢。希望说督察局局长，你上任以后啊，想出一套办法，整个桃园啊，这个都市计划外，那个通盘检讨要怎么去改？因为你是专业啊。然后我这种建议，希望说局长能够帮忙一下。其实很多啊，很多老百姓哦，住在那边的人，为什么买在山上？他有游泳池，有空间很大，所以住在那边。现在密集啊，比杨梅街上盖还多，所以这个问题希望说，卢局长你要帮忙一下，啊，我相信哦，桃园县到现在都没有人做过了，啊，我觉得我这种建议可行吗？好，谢谢议员提醒，我再全部重新看看老秉政局长他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处理的，这的确是。好，谢谢，时间到。好，那么我们今天登记的四位议员的质询也充分质询完毕哈，啊，他宝贵意见请各单位带回去哈，还是要办。那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明天早上9点准时开会，那请大家到餐厅用餐，散会。